如果一个人总是影响你情绪，让你烦躁，让你不安，而你自己又无法改变的时候，也许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离开某些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，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时，自己的状态不好。你以为错过的是遗憾，但很有可能是躲过一劫。